来来来，你来了之后啊，我们都可以仰望天空啊。话别说，先跟现场的歌迷朋友问声好，我们走出来好了，雨婷了。我们让杨丞琳感受一下，马上为大家带一首好听的歌曲。好，我先想一下，我不是怕淋雨，是因为我站前面听不太到声音。你监听在这里，就是一些那个你知道专业的东西。是，因为我想要专业方面就对了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常看到黑黑这个东西就是叫音响，然后这音响可以让我听到我的声音，然后我接下来唱歌给你们听，好不好？好。林小茹姐姐，你要唱哪一首歌？林小茹不会唱歌，杨丞琳才会唱歌。杨丞琳姐姐，你要唱哪一首歌？仰望。仰望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希望歌就可以啊。更加的有魅力。